红脍神木于2016年不敌衰老及天后因素而倒下，人们永远无法抗衡大自然。生命皆有周期，维护好地球环境，万物才能生生不息。从那边往上拍，然后延伸到顶端，腾空观看整个树的高度非常雄伟。刚刚就在这个上面走，空中走廊上面还有人在走，大约有7层楼的高度，贯穿于树梢之间，